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，武夫汉族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，以致所用非所学，所学非所用。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，唯其技术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，唯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。34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，至今仍然让朕感慨。这里是京师大学堂，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，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，历朝历代靠圣人学仁义道德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。重名节轻实务，这中间就隐藏着虚伪和虚弱。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，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，空讲仁义道德就是这世间最大的伪善。今日之世事乃是3000年未有之危局，因循守旧，固步自封，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，越来越衰弱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希望在座诸君能够以强盛国家为己任，不骄狂，不自卑，正视现实，发愤图强。永定河里头冲出来一块石碑，攻到了正阳门外，碑文的字被人踏了出来，字是古篆，上面写着龙镇已久，征实一乾坤。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收下愚钝，这一乾坤是不是天下要易主的意思？那这征实是春征日下征实，芒种那天也叫征实。那这龙正离九说的又是什么？震在东，离为火，龙正离九的意思就是有九条火龙将会自东方降临。昨夜琉璃厂起了场大火，侍卫赶去将火扑灭之后，在废墟里找到了这个。上面也用古篆写着“龙镇离九，征实易乾坤”。坊间现在有诸多的流传，都怎么说呀？说是天兆，是老天爷发话了，天下将有骤变的征兆。哼哼。奴才这就把传话的人抓回来审。
参见大人。是天诏还是谣言？是谣言。查。查不到还是没法查？魏大人，是没法查。这些人收了钱散布谣言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给钱的是什么人。今年芒种是初几？5月11。而今天是3月26，还有44天。这么讲，这就不是谣言，而是一个铺垫，成10亿钱股。那就是有人想变天，有人想谋反嘛。大人，龙镇离9，而芒种是24个节气当中第9个。马上让内衙开始搜索盘查京城之内所有跟酒相关的事情，通知各地衙门把京城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所有跟酒沾边的商号、民宅、地名，以酒为量的东西，以酒为数的群体，哪怕名字里带个酒字的一律盘查。这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想要一乾坤。刑部头，有事啊？出事儿了！村北头赵六家那牛一早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是镇上那客栈出大事了，刑天大案，出人命了！人命啊！啊！做捕快8年，第一次见人命案，我是从来没见过死人。哎，什么味儿？杀牛时候就这味儿，血味儿。哎呀！九条人命啊！屋中不见凌乱，也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，可见他们死得很快。他们几个很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。这，这是中毒的地方，尸体还没有彻底硬透，杀人的走不远。你去问掌柜的，上午来过什么人？好好好。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，你叫什么？林安静。林安静，你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边？死的那些人你认识吗？叔叔、婶婶，还有表哥他们都，我在东洋留学的。才跟他们一起坐船回来，昨天晚上刚到，今天早上就……你先别哭了，喝点水。你再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形。
我正在换衣服，突然外面很吵，我听到表哥惨叫了一声，婶婶叫，快跑！我很害怕，就躲到衣柜里了。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干的？有五六个人。什么样子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？我不知道。别着急，你慢慢想一想。他们的衣服很怪，像是异族的装扮。用毒高手，异族装扮。是灵犀，地保，这事儿大了，9条人命，咱们管不起，回衙门复命吧。不行。 在我的地界上，一出手就是9条人命。你不能行不行？你先带那姑娘回县衙里录口供，我去招人。你回来。哎，对，听我的，走。啊！你真去了？等我回来。再咱们大姑，什么时候出过命案呀？可这回一来就是9条人命。好嘛，您说这多吓人呐！赶紧写下来。 撰文呈报直隶厅，这是大案，是要案，命案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衙根本应付不了。对对对，这得上边派人下来。哎，哎，王地宝呢？啊，你去追凶犯了。瞎使劲，这么大个案子，一个人杀了9个人，他出去找，碰上他能怎么样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。 这麻花马上出关了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买韭菜花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我还没到菜市场呢，就碰到了驿馆的上差，上面来令了。从即日起，凡是在咱们辖区，不管是商户，还是民宅，不管是人还是事儿，只要是跟韭字沾上边的，要即刻上报。这哪出这是啊？ 我这刚炸了9个麻花，这得上报吗？赶紧别愣着买韭菜花去。买韭菜花去。我这9。前年9月，东郊曾有一场火烧了3户人家，其中一户死伤9人。炸去。有记载，去年11月，蔡户引砍了一伙江洋大盗，共计9人。都砍了还能活吗？滚！光绪20年，广东香山人士郑观英写了一本《圣史威言》。 此人热心吸血，更在书中说到要局势变迁。郑观音光绪20年，回大人是甲午马年。郑观音乃一介书生，连维新派都看不上的，不足为惧。光绪9年，裴擒珍收编刘永福，被授予记名提督。刘永福到死都是我们大清的名将，他怎么可能谋反？下去。 大人，方才在南城抓到了一个散布谣言的乱党，审出什么来没有？那人不甘固行，咬舌自尽，但是在他家中枕头里面，我们找到了9枚铜钱，只是9文钱而已，竟然藏在枕中，奴才觉得一定有意，但是奴才不知道是何用意。禀大人，依大人之命查阅时，发现文员阁建藏书柜中一样东西不见了。 是什么东西？是建书阁人贵深藏的东西。何代，奴才在。那我手谕去传一个人过来。闷三刀。戴仲范，以耳根绝罗木青。 戴仲范，以耳根绝罗木青。
总算是搞到了，死三，厉害吧？报到的。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，尔等在大姑客栈犯下命案，速速与我回衙门受审。哎呦，一个小小捕快哦，竟然一个人能追到这里来！哎，老子懒得杀你，赶紧滚！一大清律例。 拒不抵抗者，可斩杀。<笑>哎呦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哦，你可知道老子是什么人？尔等以毒杀人，且如此穿戴，定是来自灵溪的荣天一派。嗯，多少还是有点见识啊。没有错。 老子就是荣天剑派，荣天剑派一行，速速与我归案，否则我刀下可就不留情面了。荣天剑派门人个个武功卓越，就算是大内侍卫，也不敢一个人跟我们挑衅。我告诉你，命是你自己勒，赶快走。命是我的，追凶使命是朝廷的。 月，你的，他嘞？他叫啥子？叫王家洛。不简单啊！咱们走。耽误这么久，我们赶紧走水路，去葛窟跟掌门会合。 刚才那三杯茶，知道他为什么拿那杯龙井吗？回大人，奴才不知道。看看桌上的菜。
五香子鸽、罗汉大虾、糖醋河藕、片乳猪、喇嘛糕，这都什么菜啊？是满汉全席里的菜。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是满汉全席当中的廷臣宴。廷臣宴的第一道就是佳人献茗，喝的必须得是狮峰龙井。叶儿根觉罗穆卿整蓝旗，光绪20年入侍卫亲军，任乾清门侍卫。他的功夫在侍卫亲军跟神机营当中是根本没有对手。当年总有人找他在正阳门外比武，结果没人挨得过三刀，所以后来他就有了一个门三刀这绰号。他呀不但武艺高强，尤其罕见的是他断案的本事，连光绪爷都赞美他，说他比起唐之狄仁杰、宋之宋慈之的能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光绪24年他跟枢密路察泰一并受命去保护那些搞变法的维新党。哎，接下来的事你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了，枢密路察泰问斩，连光绪爷的行动都限制在宫中，而他呢撤职查办，降为镶蓝旗，在步军统领衙门间一待就待了12年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啊。吃好了，来杯告别乡民吧。忽然大方。前天正阳门外的永定河里头冲出一个石碑来，碑上有字，昨天晚上琉璃厂大火把什么都烧光了，只剩下一个瓷器，篆字体，龙镇离酒争食一乾坤。现在坊间都在议论此事，说这是一种天兆。水冲不动石头，我能烧焦粗瓷。那就是说不是天兆，那就是谣言嘛。那就是说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把这些事儿当成是一个铺垫，到5月11芒种那天开始谋反。关键是谁想谋反啊？怎么谋反呢？我在问你啊，你帮我们内务府破这个案子，平定这一次危机，我就不让你回牢里去了。镶蓝旗改成镶黄旗，马上就升你为内衙副统管。还记得这柄先帝赐你的刀吗？这柄刀我也还给你，门三刀怎么能没有刀呢？你是想要忠于朝廷呢，还是把你扔回去老死狱中，由你自己决定。铜钱，这9枚铜钱来自一个今天抓获的逆贼，我觉得这9枚铜钱里定有蹊跷。顺治通宝、乾隆通宝、同治通宝，有没有别的意思呢？顺治爷继位，乾隆爷让位，而同治爷根本就在虚位。若非说用意，这9枚铜钱就是皇室虚意处的暗示。不愧是顶尖高手，一眼就识破其中玄机。大人，内务府的眼线遍布京城，你们都没能找到反贼的线索，我一个在大牢里关了12年的前朝侍卫，又如何能在40来日里查出此案，找得出幕后主使？我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敢放我出来，想必你也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是要用我的本事。若是只有这些什么天照谣言，那查此案根本就是大海捞针，所以你一定有更重要的线索才会想到用我。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线索呢？
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物件失窃，使完此案？没听下去，别站在这儿耽误别人玩啊！别小伙子，我来，我手机扔了，别玩了。还有钱没钱？我有钱啊，我有钱，有钱拿呀，拿出来呀！那我来，看看，这不是钱。什么玩意儿？输傻了你啊！你那是当票，不是银票。我这当的是宝贝。谁出300两银子啊？这当票拿走。300，这烂边掉毛旧皮帽子一顶，一顶破帽子想要300两？对呀对呀，传我不识货。你这就是一张天津府的当票，来回车费他也不值。对呀。这破帽子还真有人要啊！小五，这俩谁啊？对呀，是啊，我哪知道他是谁？反正是个识货的。赵总，师娘，东西找到了吗？拿到了，那明日我们一早就去天津府的当铺，拿钱赎了东西就走。我去取吧。是，师娘。这是当票，这酒文是赎东西的。老板，大师就回来了吗？在屋头等你。死了一个。是。师兄你，秦陀、唐宇你们三个人带了三个精锐弟子，面对一个小小的捕头，能被他杀了一个？那个人的功夫很是不错，一个捕头。那个人的功夫确实很厉害，若真有这样的能人，他怎么可能屈尊于县衙之内？这什么？那个人身上掉下来的公羊一书。追杀你们的真的是个捕头？死噻。但这怎么也不像一个捕头该读的东西啊。不凡，已经死了一个弟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从日本回来那几个人怎么样了？杀了。杀了？不杀难不成还留着？怎么杀的？9个人呢，得快杀。用毒。师兄，我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太过招摇，要低调行事吗？掌门，我们去大姑找那9个人，为的是要找到接头的关键线索。现在线索找到了，那批人就不能留下。那用我们本门的手法去杀人，多要不妥吧？我逼供的时候就用毒了，不然怎么能够尽快的问出东西来？啊，现在事情已经问得清清楚楚了。从日本前来的一行9人要在4月初3去上海法租界和一个从海外赶过来的人见面，那个人叫什么？哦，谭仙。只要见到这个谭仙，大功不就告成一半了吗？我的事情是做完了，不知道掌门那边东西拿到了没有？有劳大师兄费心，明日一早便可获得。嗯。你不觉得于焕杰对你的态度有点过分吗？就算他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，也不该无礼。怎么说你也是掌门。我接任门派掌门2年了，也没干出什么名堂。
他于焕杰对我有意见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荣天剑派，有谁叫我们剑派啊？都是叫荣天岭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是荣天，多是流民孤儿出身，凑在一起讨口饭吃，外人就都不把我们放眼里，把我们当成要饭的，当成丐帮。所以师父他老人家才费尽一生心血，让荣天变成一大门派，还把咱们门派从灵溪迁徙到了中原，从武学上淡化制度，强化剑法还有鞭法。可无论我们在武学上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始终还是被人看作异类，难成正统。你是荣天剑派剑术最高的人，且放眼整个江湖，你的剑法皆是独步，无人可及。但因为我出身荣天，不然的话，不然你早就是一代宗师了。我知道你一直这么想，我也知道你想要达成这个想法有多难，所以你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也是足以扭转乾坤的大事。但是我的心意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师娘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用这么叫我。账已经算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母亲啊，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汪直的，听过吗？此人号称五峰船主，明朝时有禁海令，汪直召集帮众及日本浪人在海上走私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嘉靖十九年到嘉靖三十七年，整个大明朝在海上的生意就他一个人在做，一船丝绸茶叶，一船黄金白银，说他是富可敌国是丝毫不过啊。传说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汪直留下来的金银财宝意外地被南少林的一个俗家弟子找着了。当时是乱世，南少林就此将密藏封锁了起来，后来这笔财富就被后人称作是净坛密藏。光绪三十一年，国库告罄，我就是那一年上任内务府总管，我也曾经打过净坛密藏的主意。但是经过翻看一些记录才发现，前后有几十个顶尖的大内高手就是为了要出外寻宝而折损途中，此事最终还是作罢了。这个净坛密藏啊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怎么找也找不到啊。后来就把藏宝图封禁在文渊阁的禁书柜当中，直到龙镇李九的谣言出现之后，这藏宝图突然就不见了。就这么蹊跷，拿着一张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到的藏宝图，丢了又能如何？眼下大清国体动荡，你就算是想要谋反也需要大批的财力啊，否则就算是变了天了也无济于事啊。
现在的大清啊，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这狗没人敢惹它，也没人对付得了它，就是北洋。谁想谋反，他都会去拉拢这个北洋。拉拢北洋这条狗啊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钱，给粮，给饷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偷藏宝图的人就是谋反的人，因为谋反主要钱，所以追查藏宝图就是追查谋反的幕后主使。大人，您就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反？想反的要反的人多了，是那些每天蠢蠢欲动的革命党，还是那些担心大权旁落的公侯将相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得靠你去查了。属下还有一事不明。说，能偷到文渊阁来，那足以证明盗图者知道晋唐秘藏的传闻。那他们一定也听过，内务府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着，他凭什么认为拿着一张图就能找得到钱财？那就更得让你去查了。大人，属下要宫里所有侍卫、太监、宫女的花名册，我还要这一年里宫里所有人进出行走的记载。还要什么？还有三名笔帖使。掌柜的，最近有没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？大姑先要捕快，长安。哦，棺材啊！小店这些天，不曾有嘛灵犀穿戴的人来过呀。果真没有？没有。真没有？给我开间房吧。还真不巧，小店今儿客满了。哦，满了。是满了，官爷下回来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上好的房间啊。掌柜的，请这位差爷去我房里好了。多着您了。这就是晋唐秘藏的藏宝图啊。只何处，因似飞鸿雪，逆风穿。
染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，难酬之中虚妄，饮鬓十年生。